我想要了，你小子敢得罪我，你不就是苏家一个没人管的废物赘婿吗？敢跟我作对，信不信？一会儿我让你走出这个门。那就试试看。苏烟雪，看见没有？这是你逼我的，到时候就算你跪在地上求我，我都不会给他治病。你啊，你快放手。啊！你要是再得罪这里的医生，你就真的只能被死。 这点小病还需要求他？你小子好大的口气啊！你知不知道我这里可是本市最顶级的医院啊！你敢得罪我，就等于是得罪了整个江北的医疗系统。到时候别说是拿钱了，就算让你小姨子晚上跪在我床上，我都不会让你把病看成了。找死！少说两句，我答应，只要你能救我姐夫。 英雪，现在答应了。晚了，我要你陪我一个月。你，三个月。好，我答应。好啊，走吧。Tell me real.